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平安。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，来到这个圣殿中来敬拜他。圣经上说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挪亚因着信造了方舟，亚伯拉罕因着信将以撒献上，摩西因着信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。所以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太好了，那让我们一起来宣告。当我们宣告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增强。阿们。阿们。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胜又得胜。阿们。阿们。阿们。大家起立好吗？跟我打拍子哦。
谢谢你在那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奇妙无比的大爱。主，这一生让我们能够成为你那圣洁合用的器皿。主，一生为着你而活。谢谢主。感谢主。谦卑的君王，荣耀的君王，你甘心卑微顺服，舍命在十架上，谦卑的君王。要的君王，我的意志因你变伤，无尽恩典我心感恩。
全心向你称谢，耶稣，你是如此爱我，我单单属于你。主，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，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，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，这一生成为你器皿，能完成你旨意。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来到你面前，全心向你称谢，耶稣，你是如此爱。Don't say
呈现耶稣，你是如此爱我，我单单属于你。哈利路亚。今天早晨当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要满心来称谢你，因为你创造天地，你也统管万有。今天是美国的独立日，我们想到245年以来你恩待这个国家，虽然经历过风风雨雨，但是你的恩典一点都不缺少。圣经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；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国家，国家的强盛也立刻归无有。这年来我们看到美国，我们看到日渐败落，不止政治、经济、文化，乃至信仰看到有荒凉，有这种败落的倾向。今天在这里，我们再次为国家来祷告，求主你亲自赐下怜悯恩典，让国家能够再次卷土重来。我们意味着全世界的疫情来祷告，求主你亲自将瘟疫止住，让我们能够得享在主里的平安。今天早晨也为我们教会的大大小小每个家庭每个个人来祷告，愿你的恩典，愿你的怜悯，愿你的帮助在每个人身上得以显明。我们生病的，求主亲自来医治；心里边哀伤的，求主亲自来安慰；缺乏的，求主亲自来供给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今天早晨，你的宝血也厚厚来遮盖这个国家，遮盖这个城市，也遮盖这个地方。让我们今天早晨得享赦罪的恩典，谢谢你。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